好，威尔西听广播，原来威尔西可以在听网络上的广播，在哪里？在清单里面，这里清单里面，你有没有发现网际网络这边有好多？我们可以看到 radio， 这是音乐，这是 radio， 还有一些其他的节目。好，我们听一下 radio。这时候你连上网际网络，它会自动帮你把网络上有的电台都找出来，那你就可以听到全世界各地的电台。那这里比较可惜的是，都是英文的，我们国内的电台好像很少放到这上面来。好，我们看到的几乎都是英文的。好像这里也有各种不同样的影片。好，这个是音乐，各种不同的音乐，所以这边也还蛮多，可以试试看去点。好，这，好，这是电台，看一下有多少电台，很可惜没看到中文的哈。我们随便点一个电台试试看。好，在 FM106.9， 这是哪一个电台的？好，看起来都是英文的比较多哈，你可以停止。好，这边网际网络上面的影片，你可以在这边找。好，这边这几个去尝试点点看，你会看得到、听得到。好，网络上的广播电台也好，或者是一些它内建的一些影片也好，啊，你都可以看得到。啊，用这样也可以直接用威尔去看网络上面的好电台跟影片。